想要丢掉班位，成为时髦职场人，你只需要一副眼镜就够了。首先我们要知道什么是高质感，简单来说就是给人一种聪明、睿智、知性、内敛的气质，可以说是更有时尚感的知识分子风。那我们会联想到什么呢？学者、职场精英等等。所以我们的穿搭重点就是简约、质感、高级，而一副具有复古风格的细假边框眼镜就是我们打造高质感穿搭的绝杀单品。比如说这种长方形、椭圆形或者是无边框的款式，都是具有强烈的90年代极简属性。不过要记住的是，我们一定要抛弃掉粗大的边框、啤酒瓶镜片，避免形成刻板的书呆子形象。然后我们可以利用各种配饰来提升整体穿搭的造型感，配饰颜色可以取眼镜的主色调来形成相互呼应，银色边框就选银色配饰，形状可以是简单的耳圈，它不至于太抢眼，也更有精致感。衣服可以选用不同材质的叠穿，比如说衬衫、马甲、西装都是打造高质感穿搭的首选单品。还有高领线也是提升学术感必备的，那搭配上无框的眼镜、黑金的配色，非常有优雅高冷的气质。总之，掌握这几个穿搭的技巧，让你瞬间变身成为迷人的办公室精英。